肘子糍粑。这是豆皮。就是凉拌的，咱这个豆皮现在是有活动啊，之前卖17.9块，现在卖14.9块3斤纯干的豆皮啊，1.25倍的破发量。表面无盐的，很好吃。
你们要的脆脆乳盒来了，先来鱼子虾头。这里没有虾仁，半个，这口真的很好吃，
吃的烤肠。这是爆汁的黑胡椒，咦，想不到吧？虾球，
Hello， 今天吃生蚝、蒙哥的刺身、北极贝、鲍鱼片、赤贝的刺身、虾夷贝的刺身、腌制的皮皮虾，还有海螺片。先来蒙哥的刺身。尝啊，绍粽子里面加的是肥肥的五花肉丁，里面本来是有两块五花肉，这个是贵州的脆哨，
不用微波炉热了一下，它就会变得脆脆的，然后也不油不腻了。然后把它夹起来吃，绝了，好吃好吃。这是一块肥肉，有两块肉，这边一块，这边一块。每个尾巴上有肉，然后我还要整点脆哨哦。